很高兴蒙甲这部片子会得到艺术方面的肯定。我们非常用心的试图在现在的美学里面加入80年代的元素。那我相信电影美术持续往下发展是台湾很可以预期的成果。那很谢谢这一次豆导跟烈姐跟我们一起做的努力。那我相信蒙甲的成果后面应该可以得到更多的大奖。谢谢。谢谢。